小伙伴们，这个小霞同学啊，刚刚急匆匆的跑进房间，不知道在干嘛哦。我们去找他聊一下。那你啊，啥情况？干嘛？有事，你赶紧进来，有重大的事。什么重大的事啊？什么重大的事情啊，小屁孩？老爸啊，我这个我六一大头就差最后一张了。什么？我六一大头，我已经集齐七张了，一共有八张。GP， 老爸啊，那我要赶紧跟他去联系一下了。如果这张 X 是盗版，那我妈忘不了嘞。这样子是吧？怎么说？哦，好，那你赶紧去跟他联系。好的，嗯。